让我们恭喜酱酱终于吃上东北菜了。酱酱酱酱酱酱。东北大板屈原一只，难道这就是雪糕刺客？先上来的是拉皮，这个拉皮跟我以前在别的东北菜馆吃的不太一样，它里面都是皮，其他东北菜馆里面都是皮。直接对着碗吃。看看普通，然后呢，口感是这样的，粉更多一点。嗯，好好吃，感觉很清爽，酸酸甜甜。我最喜欢的哈尔滨红肠。烟熏的味道很明显，有点偏咸。拉皮很清爽，然后适合夏天吃。环境有些吵，其实口感特别酥脆。我看这家店菜单上没有雪印豆沙，可把我馋坏了，下次去别家试试。肉棒吃了有点腻，再不来我吃饱了。疯狂吸入炸蘑菇后式的口感又不失酥脆，虽是油炸的，但却不油腻。没等到锅包肉，等到了马斯地瓜。水呢？水呢？我记得是要把这个在水里浸一下，然后它就结块块了，它要变成脆的了。它好烫，是一个不结块的。不结块的有点黏。倒凉水一放，那就不黏了。这夏天小时候经常喜欢让我妈妈带着吃。我要二十块，咸咸的。记得一放入油锅就膨胀了，我妈炸一块，我哥旁边捏一块，不需过多咀嚼，赶得上膨胀的速度。万一这把地瓜冷的话，还要再沾水，那种黄金地瓜就是要黏黏的。然后今天的桌子比较大，不然我们点的菜都摆不下。这是东北冻鱼，然后是栗子吃的，要皮嫩吃。看看烫着的地方，来个冻的真好爽。
美味的冰沙一样，好多水。我们点到锅包肉，我馋死了。反正手刚那一块锅包肉没有裹上什么酱汁，我感觉没有什么味道。只能说是正宗锅包肉太呛了。这比赛人都把味道聚在一起。可能吃完甜甜的地瓜，再吃锅包肉都不甜了。这个肉，嗯，不如锅包肉。嘴巴跟舌头是满满的，但我们这样，